原标题，6万多国人强行越界叛逃他国，没过多久便后悔莫及，想回都回不来。二战结束后，苏联因人口损失严重，劳动力严重不足，便决定从中国各地补充公民。他们除了威逼利诱中国东北、上海、天津等地的苏联侨民外，还将触手伸向了我国西北地区的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同胞。而我国在成立之初，因中亚语言翻译十分奇缺，出于对苏联的充分信任，新疆部分民族学校直接采用苏联的相应语言课本进行教学，这一定程度上导致青少年国家认同感的混乱或缺失。后来国内又掀起了错误运动，让大量苏联归国华侨遭受了不公正待遇。苏联的无耻行径加上我国自身的原因，最终导致伊塔事件的爆发，6万多国人强行越界叛逃他国，没过多久便后悔莫及，想回都回不来。刚开始因为与中国关系还算友好，苏联还不敢明目张胆的对我国边民进行利用。然而到了上世纪60年代，中苏持续交恶，苏联便光明正大地用哈萨克语和吉尔吉斯语播送，对苏联的赞美和对中国的诋毁，对中国新疆境内人民进行渗透。更过分的是，在新疆的苏联协会还常常向当地居民越权，发放非法侨民证或护照。中国的某些民众受到苏联的蛊惑，纷纷要求脱离祖国，拖家带口前往苏联定居，想做苏联人。从1962年4月开始，在我国两位少将祖农泰也夫维吾尔族和马尔果夫伊斯哈科夫塔塔尔族的煽动下，6万多国人先后前往苏联协会领取非法苏侨证，然后强行越界叛逃去苏联。而苏联方面也开来了大量汽车接走叛逃边民，时间持续了3天3夜。对于此事，我国也没阻拦，本着想走就走、想留就留的原则欢送他们。此次事件导致伊犁草原、阿尔泰草原等新疆边境地区人口锐减，许多公社、农场及其下辖的基层组织一时陷于解体，造成的损失无可无量。在边民叛逃去苏联时，一个新疆的乡党委书记哭着对他们说，大家不要走，离群的羊儿不会有好下场的。可是当时的外逃民众没有人听他的话，毅然朝着自己心中的那个乌托邦大部迈去。后来苏联当局还利用逃苏华侨向新疆继续邮寄包裹，宣传其发达的物质文明。然而实际上，叛逃苏联的中国民众生活的并不惬意，他们主要的去向是到高加索、西伯利亚和哈萨克草原开垦荒地，某些人甚至被强制放牧。就这样，6万多叛逃国人到了苏联后，没过多久便后悔莫及，都想重新回到祖国生活，但被拒绝，想回都回不来。1991年12月26日，苏联解体，叶利钦宣布全国放开物价，于是的加盟共和国竞相提价，人们一夜之间一贫如洗。1992年，当年那批还在世的人，约3万余人，聚集在边界打着标语，喊着他们是中国人，希望回国，结果被我们的武警战士挡在了国门之外。喜欢的话多多关注，多多点赞，多多收藏、转发和评论，谢谢。本人其他文章也很精彩，欢迎品读。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